欢迎收看第一新闻。新北市105年中等学校运动会2月23号开幕，为期4天的比赛，有1277位选手参加，要来争取参加全中运的资格。新北市105年中等学校运动会开幕典礼，由海山高中的一队上会旗入场。新北市长朱立伦也来到现场为选手加油。事实上，新北市有这么多优秀的选手，这么多体育的人才，透过我们中等运动会，可以让很多年轻的学子在体育的场域上面有所竞技，有所发挥。我们也希望大家保持这样的一个精神，让我们新北市的体育水准继续的向上提升。开幕典礼由去年得到全中运田径项目国中男子组混合赛金牌的刘祖源代表运动员宣誓。今年已经读高中的伊，嘛希望破自己的纪录，搁一届摕到金牌。就是一天都要练很多项目，就不能一天只练一个项目。就是，假如现在练完篮架，练完篮架之后要去练织布之类的东西。我希望自己可以再破佳绩，能拿到再更好的成绩。这摆比赛总共有4天，有77间学校，1277位选手参加。成绩优秀的选手会代表新北市参加全中运，争取公银。记者蔡进贤，新北市采访报道。